大家好，我是 Mr. Siu， 欢迎收看旅游风向标。最近网络非常流行网红风 ,ins 风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纽约五大热门网红打卡点。我们话不多说 ,Let's go。说到纽约最新最热门的网红景点，一定是在我身旁这个位于 Hudson Yard 最核心地理位置的 The Vessel。 如果说纽约布鲁克林哪里最值得去，网红打卡首选一定是在这里，随手一拍都是网红大片 Brooklyn Dumbo。 来到纽约一定要来这里打卡，它是网络上出镜最多、好莱坞电影曝光率最高的桥，它是有138年历史的网红打卡点 Brooklyn Bridge。这里是电影电视里出现过最多的公园，这里是全纽约最多情侣拍婚纱照的地点，这里是曼哈顿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。这里是纽约最繁华的地段，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，这里是网红必到的打卡点 Times Square。看完这五个热门网红打卡点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其实纽约还有不少网红景点，最想看哪一个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
如果你想轻松出游，玩遍纽约的网红景点，可以在各大旅游代理报名参加我们的纽约网红一日游。